多倫多後書四章八節，我哋四面受敵，卻不被困住；心裏作難，卻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卻不被丟棄；打倒了，卻不致死亡。就是周圍的困難環境真的差到不得了，人人都攻擊的時候都不致跌倒，因為神幫助我的。即是你記住一樣嘢，幾困難都好，唔緊要嘅。你話俾自己聽，最大的困難就是死啦，死我上天堂。咁啊，即係好逼迫。有時咧，我都即係我知道，我知道末世有逼迫，聖經有講到。但我自己咁鼓勵自己喎，我其實人咧唔使受好多苦就會死噶，咁啊唔使驚啊！即係有時有啲人好驚噶，死啦末世逼迫，咁啊會唔會好慘啊？我話唔使驚噶，你受幾多苦咧，冇幾多苦你就會上天堂噶啦。咁咧，同埋咧，亦都可以話神啊，救我脱離呢個苦楚，喺呢個困難之中，真係有人咁嘅見證，佢俾人打嗰時為主受苦又唔痛喎。咁你神啊幫助我，咁你其實咧你嘅心態裏面神啊。我真的在你面前降服，我受的苦不要緊的，这些苦其实耶稣你都承担的，我就接受。只要你四面受敌仍有仍够坚持，有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动物那里学，你的动物有时受伤它一样那么开心的，它一样它一见到主人它的受伤它不太理，不太像如果人好惨，哎呀好痛，它不是一见到主人啊好开心，好像忘记了它的痛苦那样的，即係佢好單純，因為動物冇唔憂慮嘅，但係人咧就諗好多嘢，就憂慮好多。但係我哋其實好多困難，我哋有神幫我哋，我哋唔好憂慮，幾困難都好啦，我信靠神。咁咧，然後咧就我哋受逼迫嘅時候，其實神避免嘅。馬太福音五章十一節：人若因我辱罵你們、逼迫你們、列祖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，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天上嘅賞賜係大嘅。即是我们怎样受人逼迫为主的缘故，或者有时不是在基督徒，不是非基督徒面前，在基督徒面前我们为主受苦有的。我试过一次，我 在一个地方工作，是即是 YMC 的，那时在美国，那时即是还在读神学，我们两个神学生在做，我就见到一个客人，我跟他全部一样，另一个神学生来的电话阴阴笑，阴阴笑在这里，即係佢即係話，咩你做啲咁嘅嘢㗎？即係喺度笑你，即係哇咁樣咁嘅情況向人傳福音，因為佢唔慣傳福音，佢覺得你好怪。但係我覺得呢個即係可以係人嘅逼迫，但係我心裏面諗就佢嘅有，即係佢個心裏面佢冇呢個神嘅心，其實佢個生命要有問題。咁我就唔好受佢陰陰笑影響。有時基督徒會㗎，即係有時見到第啲基督徒會笑我哋，會做啲咁嘅，即係佢冇。我講出嚟，但係個表情咧，你知道佢覺得你做哇，你做啲咁嘅嘢㗎，即係你做啲好真係好係為神做好傻嘅嘢。但係有時基督徒會俾我哋有啲傷害，但係唔好介意。譬如你做組長，你真係會好多傷害，因為嗰啲組員咧，我哋做嘅時候，佢雖然信耶穌，但係佢都唔係點幫我哋嘅時候，你就求主幫助我哋，求主幫助我哋真係釋放，心靈完全嘅釋放，冇重擔冇煩惱，即係人同埋環境咧。都難阻唔到神嘅計劃，只有一樣嘢難阻就係我哋自己嘅內心。我哋嘅內心，我哋嘅行為可以難阻神嘅工作。如果冇呢啲難阻，我哋都可以更大俾神祝福。而聖靈充滿最重要係你處理咗呢啲生命嘅問題，呢啲難阻，然後輕省咧，哇，冇煩惱嘅，冇重擔嘅，全心倚靠主，咁你嘅人咧你就輕省啦。OK， 咁咧就。喺嗰時候，我有啲 tutoring 啊，即係真係對唔住，有啲時間真係太多嘢要講啦。咁咧就即係喺呢個時候，即係幫助大家。咁如果你話啊，我都唔需要啦，即係我都 OK 啦。咁咧你就可以兩個操練祈禱嚇，你可以用經歷聖靈報導法為佢祈禱之後啊，佢點樣經歷問翻佢。但如果你想我係有啲 tutoring 幫助你補習，即係點樣去經歷聖靈更多嘅，你可以聯繫我。祝福大家！多謝大家，你哋好接納，好好嘅反應。咁咧，求主祝福你哋每一個都靠住耶穌，一步一步上升，俾神大大嘅使用，得唔得？一定噶，係咪？神一定祝福你，更大嘅俾神去祝福，更大俾神使用。你前面咧就光明一片，係咪啊？光明一片，家庭有咩問題，事務有咩問題，都可以一步一步處理。其實你諗一諗，你咁諗就好噶。
我俾嗰啲人咧受逼迫喺度坐監啊，俾人鞭打啲人好好多嘅。即係你咁諗咧，你都唔喺屋企，日日俾人鞭打嘅。咁你咁諗咧，我都好過佢哋好多，都唔係好慘啫。咁你即係俾人鬧完一頓之後，都唔係好慘嘅，唔緊要嘈交。咁咧，你就冇咁，即係冇睇得咁嚴重。